守护他人虽然是与生俱来，但对我是一个使命。阿 John 被车撞到，仲陷入昏迷。当理财顾问确认阿 John 是我们的客户，我们就用报纸做证明，开始索偿程序。等阿 John 醒翻的时候，他们就不用担心经济问题，专注他的康复过程。身为 AXA 安诚的一份子，守护你就是我的使命。AXA 安诚引领新标准。